好，你一跳出嚟嘅時候啊，絕球啊快閘嘅，咁啊見到中外檔啊嘛，有呢只咧就龍鳳呈祥啦，出邊咧仲有呢只極爽啦，最出係神朗金剛啊，呢四個馬比較快啲嘅，第五位中檔比緊啦，咁啊紅三藍帽嗰只咧就金剛石啊，內欄位置嗰邊啊有威力起啦，中檔紫三綠帽陽明冠爵啊，後邊嗰五隻馬迎彩紛紛全力衝合金之星就拍住出邊紅三尾子咧就椰子糖啊，電信飛彈暫時響個包尾嘅位置啊，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前面極爽。 就放翻出嚟跑路可以，跟住第二位咧就神朗金剛嚟噶，咁再見到第三啦，埋邊就粉紅衫月球啦，響外邊啊龍鳳呈祥啦，中間第五咧有金剛石攞出嚟噶嘛，迎彩繽紛啊白衫嘅，最出嗰邊咧咁啊仲有兩隻噶，分別係椰子糖大外檔係電信飛彈啊，兜到嚟最後咧二百零米，埋邊就幾隻極爽啊，中間啊神朗金剛兩隻馬鬥緊啊，見到金剛石咧就挨埋去只月球嗰度，外邊上緊嚟仲有電信飛彈啊，馬林後邊先見到咧仲有啲。 陽明冠爵啊，最後百零米啦，月球響中檔已經唞出咗，外邊位置追上嚟係電信飛彈，中間金剛石接近終點，月球贏啊，跑第二名電信飛彈啊，第三名係嗰只金剛石，第四名係埋邊神朗金剛啊，咁啊縱使直路上面咧俾嗰只金剛石挨住嚟跑都好啦，但係勝在夠後生，咁啊呢只月球又夠長身夠大件頭，咁啊結果都拋離。